我们因为看那个场面惨不忍睹，哎，我一进入北川那个进入那个现场，哎，我就那一看，到处在喊叔叔救我，再加上那个教学楼那个倒那个样子，那个水泥那个浆糊一半截你给散了，你这是什么教学楼？哎，原来的建筑样子我没见过，但是倒塌以后成了一个山包，那种样式，到处摆满都是预制板，房子大梁、砖瓦这些东西，还有什么？那因为那是学生宿舍，烂的铁床，还有椅背、衣服、鞋子，到处都是。天嘞，死了六七百个娃儿，硬是排的一环一环的，硬是排出来都没打个光，没打个地水出的。拿出来我天一尿都是拿出来，我拿起水都是，又没得脚底，又没得手底，一个独脑口的，我各种颜色，那个是，白白的就死了嘞。大约一平方米左右，都有八九个、十个孩子，全都是淹埋瓮子里面的。看到了一具具尸体，真的我觉得很恐怖，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脚，甚至有的人同学连眼睛都没有，都出来了，像还有什么肚子啊、肠子全部都出来了。真的看，如果不是亲眼的看到这些场面，谁都不肯相信有这么悲惨的画面。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这些画面都没这么惨，我觉得亲眼看到这些画面真的对人的灵魂，对人真的是一种震惊。像这种大面积的人员死亡，大量的人员死亡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特别是高度密集的，像木鱼中学。当我们抢救出尸体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操场上啊，摆满了上百具尸体，他们的父母伏在自己儿女生尸体上面，在那里嚎声大哭，很无助，也很无奈。有些尸体到挖到最后都没找到。不知道是埋在里面了吗，还是肢体不全分解了，有些找到头的找到手的都不知道是谁的，反正都埋了。也有认错埋了，自己的孩子没找到，把人家的埋了。据我们了解，听说那学校当时室内什么样，老师好像把那他们的寝室的大门好像锁上的，最后套子他们好像是没逃出来吧。大门钥匙不关不锁，我的孩子绝对出来了。铁门锁的娃儿根本都出不来，全部都在巷道里面。一是校长的问题，二是管寝室的问题。他不把一都拿到门锁到，那可以说那些娃儿还救出来好多。你就因为拿到门锁到他出不来了，那一娃儿有好大劲啊。就当时他们就是说什么，就中学他们那个宿舍嘛，好像中午睡觉的时候他们那个门是关着的，如果没关的话，当时还可能跑出一些出来。就当时他们就是当时听到进的就全部往那个楼梯口还有走廊里面拥嘛，从寝室里面往出来走，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楼梯口和那些走廊里面，还有就是最后一楼的那个门口那是最多的。我们小孩是站在那个楼梯口上，但是我们都是一楼的门是锁了的，二楼的门呢没有锁，是因为锁的是男生他们就是要飞一些，要少一些，出来打架，他们把男生锁了，说真正的把男生锁了，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个教育方法。他你自该锁，说是你这个学校的这个大门嘛。院校大门嘛，你咋会说这栋楼房的这个寝室大门呢？你说是吧哈？天嘞，你没见那个巷道后头哈，是人上车，怎么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的，重重落落的，等于那个一级一摇墙，都是往下跑嘛，跑了一个挨个，这个门没开嘞。反正这个门没开嘞，是锁到的嘞，锁的有的娃看到急了了，是的，开不开的话，把锁子撩到的，还钳在口头的；有的是把这个大门子给我抓到，死打的话，该开该不开，这个手都是紧紧的把这个大门都是我抓到的还。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真相，很多家长都这样说，
当时呢，这个在那种情况下，没法跟他们反驳，只是做一些疏导。你说他更激动，当时不是在那个地方我说了一下，那马上人一威就弄来了，就弄来了，就没办法。学校应该说有门，这个是真实的，但是到底锁没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么一个明确的怎么样了解这个情况。应该说这一个家长，有的家长呢听传言说我们的老师，也就是值班值守的老师啊，把大门是锁上的。这一件事情呢已经不可能，因为当时呢我们逃出来了以后，看到这里已经跑过去大概100多人。如果是把大门是锁上的，那肯定一个都逃不出。包括现在有的媒体不是实事求是的说话，已经给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了。包括就说这个把门锁到学生全部死亡到里面的这些报道都有，这个是不客观不真实的。锁门，只是锁的，女生寝室大门和男生寝室大门。中午休息时间2个多小时，大门全部是被锁上。每天是12点半关，2点半开。夏天天长有雾霾，太阳大。下午想睡觉就特别安置了睡午眠这个时间，就锁门，以防有别的同学我们学校的同学以免有的愿意有的以免偷偷的跑出去上网，所以说就要把寝室门锁上。因为男生和女生你也知道，那个楼层在同一层楼，相对要把它隔离开，它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有一道门锁上的，它是起一个隔墙的作用，隔离带的作用，锁上的有可能。值班老师是这样的，晚上就寝以后大门会锁的，因为把所有的学生要收到里面去。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有些学生毕竟学生良莠不齐，是不是吧？有些学生他会跑出来跑下山去上网，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管理上面的要求，这个管理员把学生完全就寝了以后呢，就把大门锁上，从里面锁上。这个值守的人员呢也在里面做，也跟住在这里面的值班室里面的。在平时的这个管理当中啊，那么我们是任何一个人是不能脱岗的，任何人是不能脱岗的。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管理学生的，管理男生的，管理女生的。对值班老师那都是必须要在岗位上啊。一个门卫晚上要在值班室里睡觉，中午间有些时候在，有些时候不一定。平时宿舍的管理老师他总是上了午面的时候，他在里面把各个寝室查一下，他就出去了，把大门外面锁上，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睡觉，然后让几个初三的学生在里面看着管理里面的纪律。平时我们管宿舍的老师一般都是到了中午睡了午眠之后，他找几个初三的同学管理寝室，然后将大门在外面一把锁锁上，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睡觉，到了要下午面的时候他再来开门。但是呢，这个女生寝室的这个门是没锁的，男生寝室的这个门呢，这个是当时是锁的，但是地震发生过后，因为值班室的我们那个值班老师他住到里面的，外面还住了也住了住了一个学生干部，我们老师发现过后立马就喊外面这个娃儿去把门就打开了，实际上在第一时间这个门也是打开的。以前我们学校都是提前5分钟开门，我去的我们2点30分就下午眠了，大概在2点25、6分就开门，我去的时候是2点20分左右。
所以那时候门还没开。据我所了解，当时那些幸存者出来之后嘛，我就问，我说是某某某，一看见我的哥哥们没有？他说就没看见。我说那门是开了吗？他说是，他们就说门没有开，就是门被那个当时情况很紧急，那些一些男生都和砖头把锁子给砸开了。我当时跑出来的是两，我到厕所去的时候是2:28，摇地震我往外面跑的时候是大概是2:29左右，我出来的时候门已经开了，当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有70-80个男同学已经出来了。如果开了很多很多，下楼一年级或初三的都跑得出去。没说，根本就没说。那主要原因是当时一地震，然后那个管寝室的那个老师韩老师，他就说跑到巷道里面，然后喊我们说让我们快出去，地震呀！他一直把门打开着，刚开始地震的时候他就是打开着。女生他们说没说，我们男生的只说了说的。因为很多同学没见过这个世面嘛，也许不知道，如果不是管寝室那个老师，也许还跑不出来这么多学生。我觉得不怪了学校的那个老师。每一天中午他就是说了点，或晚上就说的。还有那个北佩松，他那天他自己在关南寝室，他自己说他都说了点。跟到我们孩子一个寝室的那一个孩子，他是跑在最后面。他地震过后，他从那个废墟里面自己爬了出来，因为当时他是在最后面没有。多少人，也就是说是没有把它挤倒，没有把它挤上，它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当时问了，他说所有的孩子全部在楼梯上面，梯步巷道里面。因为当时那个宿舍的门是紧锁的。二楼和三楼就是一个通道，因为这个安全通道已经被学校方锁住了。所有的孩二楼和三楼的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个当时在宿舍睡午觉的，没有一个跑出来。有可能中午在午休的时候有可能哈锁上，那么及时把它打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至于就是里面锁上学生出不来这个事儿呢，其实从反推这个角度已经其实都不存在。为什么呢？我了解它的分布，一楼是男生，二楼是一半男生一半女生，三楼全是女生。那么只要有女生逃出来，就说明二楼它是没有锁的。如果锁上了，它没有一个女生可以逃出来。这个在房屋倒塌之前呢，住到里面的跑出来的大约可能是100多个学生，这个还有将近400学生呢，就没跑出来呢，一部分就被埋在了这个房屋下，有可能你想啊，这个三楼到二楼，二楼到一楼，那么多学生呢，一下子，你摇地震就是那么高峰时期就那么几十秒钟，对吧？即使不锁，有可能这个楼道也比较拥挤，下来以后。那么这个要想全部把它逃出来，这个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我最想说的，假如我们这个校园里的宿舍学生宿舍如果不是危房，我们的孩子不会死了那么多。我最想说的是这一句话。明明的知道那个是危房，为啥把那么多学娃都安到那个里头去？我们把孩子送给他嘛，都是学校的嘛，安全嘛。他那个是多少年的危房了，娃儿住的这个寝室，宿舍的是原来新冠的一个医院。41年的历史，67年修的。整个这一栋楼里面，
这一栋楼里面，因为当时是一个医院改建的啊，极为不规范，学生住的有的寝室呢，一个寝室里坐最多超过20人的都有，有的寝室小一点的住7、8个孩子的都有。当时我到厕所里去了，然后我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我感应到水龙头在动，然后我又感觉到地下在动，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摇地震，然后我冲了出来，刚好冲出来，整栋楼就塌陷了。七八百个娃儿，每一个娃儿的现在的身体都是100多斤，我们算下它的重量，在这一个潍坊屋的进行了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它垮的速度应该要比其他的房子要快一点，哦，相应的要快一点，所以造成的损失要大一点。那几栋房子为啥它垮的不完全彻底呢？这栋房子由于学生多，重量增加，再加它逃跑的时候，在破坏出跑的时候，它加上它的动力，所以这栋房子全部坍塌。我认为它校长的话和教育局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哦。他也应该说话，对我们死者这个家属是要做一个交代。潍坊这个事儿啊，这么说吧，首先这个房子是不是潍坊，没有相关的鉴定，所以对潍坊是不是潍坊这个认定，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这个问题，我是2006年换届下来的，对这个青川的一些其他的具体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这个学校我去过一次，当时有老师说这个地方是原来的一个厂矿什么的，是改建的一个学校。至于这个潍坊这些，他们说是以前留下来的。潍坊它至于鉴没鉴定，这些我确实不太清楚。据我了解的，应该说至少都不下于五年定为潍坊。这么多年来，年年我们学校也都在申请这是潍坊，当地上政府呢也知道这个是潍坊，但是怎么说呢，其中很多原因大家都会清楚啊，这个资金的问题，能到我们学校里的资金来建房的几乎是很微少的。这个学校应该是专业做的，应该是这个建筑部门去做，学校就是有的就是凭直观感觉嘛，就是楼这个陈旧了改造一下，但怎样改造了也是在这个建设部门的指导下来进行，就是叫学校来做这工作，他不是搞来专业的。这次跟你说，二个呢，从这次这个地震这个现象上看，凡是，也就是说这个朝向的，无论是我们这个位置啊，还是这个，街上的这个房屋也存在这个现象，凡是这个朝向的垮塌就非常厉害。这个朝向的呢，有垮塌，但是，垮塌的这个没得这么严重，这可能是也是。自然的这次地震的一个特点所表现出来的。他们这年轻的话，如果是当地质灾害来处理我们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确实人是消不过的。这个因为地质灾害是地质灾害了吧，地质灾害，但是确实他们这个在校方在他们的管理方面不得，确实有很大的失误，才造成了我们这个这么多家庭和这么多学生来受害。所以我们硬是没法说，我跟你说，有些东西说不清楚。前几届的领导有，我记得有一次呢，就在我们那个会上开会，教师职工会上都说过，或者是潍坊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呢，刚才呢，我们的那个领导呢也在说，他们没看到这个潍坊的报告。究竟他们看没看到呢？有可能一届政府是一届政府的啊，没看到也算很正常。这个我们呢，当然换一句话说回来，真真实实的我们也没看到潍坊报告，对吧？究竟是不是潍坊，谁说得清楚呢？那我认为他是潍坊，他当官的他不认为是潍坊的，也有可能是这样说，是不是呢？
到山上了。我不想再再看了，真不是，国家死了这么多孩子，管不了，让家长自己处理。当时我们的家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没什么，也没什么给孩子穿啊，怎么样的，就用家里的几块门板敲了一下，就埋掉了。后面的都是软埋，什么都没有，有壁盖的、烂壁盖的、围窗壁盖都挖个坑坑埋了。后面还有很多尸体没人认，也都抽了血样，打个桩，一边后面家长来认，也就埋了。他一片山上全部埋都是孩子，大概有五百个，四五百个，四五百个。我去埋我妹妹的弟弟的时候，我到了山上面去看，那里的坟很多很多，几乎每隔半米就要埋一个同学，反正非常多的。这个学校我们后面很多很多同学就埋在那里了，没往回，没到老家去。我班上59人，其中女生30人，男生29人，死亡27人，重伤7人。我们班当时出来的后，我们急了一下火，我们班上只有出来了21个，总共58个人。我听我同学说，他们第二天才回来，他说统计了一下，大概是死了30多个吧。女生基本上。有几个回去的，每一个一共有3个寝室，每个寝室基本上都出来了2-3个。男生寝室的，也出来的，
一个大寝室里面只出来了一个，小寝室里面出来了八个学生，只出来了七个，还一个没有出来。我们班一共有50人，死亡人数大概11人左右。我们班上一共有59人，当天只出来了10几个人，20个人左右。那挖出来的尸体啊，190多具，整个这个学校死亡啊是297，新生者是80几，也就是生还者嘛，从废墟里面跑出来的新生，那个生还者80几，应该说是完全确认了286具死亡人数，死亡学生286人，受伤的97人，重伤而且是有些轻伤，就在这个地方简单包扎了一下的，跟着自己的父母回了家了。现在286，其实这对这个数据啊，这个当时我们感觉这个事儿有可能将来会出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呢，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但在社会上传闻也多，有很多家长他其实对整个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就以为是很多人在这个地震死亡的人数，我们政府包括我们的学校，我们没有必要隐瞒，也不必隐瞒。为什么？因为这是天灾，不是人祸。是人祸他有些隐瞒过后，他怕 受责任受处分。但天灾哪怕就像我们政府这次汶川大地震已经造成了5万多人死亡，我们的政府要向世界公布这个数字，我们的政府他不会因为这个地震这个灾难来隐瞒这个死亡人数。包括我们的学校一样，哪怕这个学校是全军覆没，我们都要如数的告诉给外人，告诉我们掌握的真实情况，没有必要隐瞒。第一步我们现在是就是现在在核实这个受了伤的，在官员也好，建国也好，还有其他地方也好，因为当时抢救的太及时，究竟到哪个方向去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们第一批我们派出人呢现在在核实这个3院的情况是怎么起的。这个核实过后呢，下一步可能我们就逐步核实这个现在分散在外面的学生的情况，把这个要完全了解准确了过后，才能够最终确定我们是不是就是有这么多学生，或者就是死亡的就是一个数字，才能够确定。安排帐篷的时候，他们就统计了一个居委会一个组多少人，他们就统计了1200组。为啥死的人不可能不统计清楚？你想一想，肯定是统计清楚的，只是不愿意说。当时我们派那个统计出来，老师统计的是好像是200多人吧，当时还没逃完，那个时候还没逃完，还然后又逃了2天，登记210几那个时候他登记的。但是还有好多尸体还没找到，还有好多20几个尸体没认人。我们将近都抬了200多具尸体，他们消防也抬了，抬很多。最后我问了一下，就我们那寝室的孩子全都死亡了，他我学校他孩子的他们那个寝室里边的，据说好像死了500多个人吧，508。我看他们这个整个的家长出来，我一个个统计的家长出来，应该正式的是不在第一个470个人，不在第一个470个人，总共学校是940多个人。我们那天除开火的，我和医院的就医的来除，都晓得是好多人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有200多个，实际上都至少都是700-800个学生都不止，又还有10几个失踪的，都根本都找不到，究竟是还在里面啊，还是送走了也都不知道，好多学生。现在具体有多少？大概也都是老百姓说的嘛，都是个估计数字。但是总共好像说，那天我们也是听说的嘛，好像报名只有200多个学生，我们估计还有回家的嘛，有回家去的。但是最低这个数字下不了400多吧，学生。这个是肯定的，286，这个数字就是通过这个数字是一个一个的，前面都是不是他们对学生进行了一些统计，除了这个出来的学生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失踪的学生中间，
还有一个就是从挖出来的尸体一个一个的登记。我们是挖出来尸体是专门有教师在那儿登记，挖出来一个统计一个，挖出来一个登记一个，认家长认识这个人我们马上就把名字填上去，不认识的人先摆在个地方，通知家长来，通知亲属来，来认你，来认你，认你这个尸体。这一点我敢说，这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个没有必要隐瞒。可能最开始就是个，可能就是这个媒体的报道就有误，因为我们这里本身就是八百多学生，就报道了说我们死了八百学生。嗯，我们闹共只有八百多学生，就死了八百多学生，等于全校都死完了。虽然这个学校不管它前期管得怎么样，但是在发生地震过后的救助，从里面挖尸体这方面，这个就不是他们，而是指挥部和这个武警官兵在这个事情了。因为他不可能把挖掘尸体他学校运到其他方面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有家长在那儿监督，有我们的这个干部，有这个官兵，有指挥部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死亡数字，除非是这个在中间造成这个灾难中间把有些尸体全部都砸融了，纯粹是看不见的。首先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失去以后，本来这个情绪上他都有一些这个这心态上啊，总觉得自己损失这么大，那么有可能在这个方面，他知道是这样，他有可能还会这样说，对，就把那个事态呢稍微造大一些，这确实他有这种心态。第二个呢，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哎，其实应该说现在我们的政府啊，这个以人为本这个方面，就是办事公正公开，以人为本这个方面，比原来呢发展的好得多，但是百姓的要求它是非常高的，哎，带着原来的有一些个想法在这个方面，对政府就是形象，虽然政府自身建设在越来越好，但是他们的要求高，第二个呢，原来固有的一些心态大概没有怎么调整好，我想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原因吧。第三一个呢，他毕竟他没有实实在在的看到我们这样做，那没有实实在在的看，他还是心存疑虑的。学校这现在一直没得个啥子交代，他一直还没交代，而且他现在只是说整个学校把九百学生他指成了死一百多，但是实际说这是死五百人，而且那天你在那上头去也看到的，真的不了一百多个学生，反正死的娃儿那是多的，那是一堆一堆的，可以说，反正他们那个是一千多个娃儿，现在是1100多个娃儿嘛，咋去的？那天整体去报名哈，去输了哈，挤了哈火哈，才出了300个娃儿嘞，还没得300嘞。我听说的应该也就是有的班只出来几个十几个，顶多20几个嘛，现在应该只有200-300个存活吧，应该只有，其他有500-600个应该就在都死了吧，反正至少都是500往上。我们学校大概是993人，死亡在570人左右。因为我知道的这个数不是我本人去看的，而是听大多数人说的，而且政府公布的这个数我也不敢说它是错误的，我感觉有点不可能，至少吧，不说500多人也有300-400人吧。他们说的是200多个人，不可能是200多个人，因为是逃了10天了嘛，头一两天那好多这把子都跟这把子那底下搬的都是搬满了的，到现在都说还有好多个没找到。14号，我给得到可靠的消息，听好像说是有500到600个学生，全部在废墟里面。我就是他们忙的干什么，在这么那个的事情。这应该是实际情况嘛？应该说死了多少人，应该报多少，你说是吧？这不用那瞒昧那事实，你说这大家。
失去孩子的父母，你说心里有多难受？你说这样做，我说哪怕都是死一百个，都是死一百个，你为啥子要把这些学生你们让你埋掉去干啥嘛？他们都是无辜的。包括县委书记李浩生，昨天晚上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还是蛮没人数，才报的300来个娃儿。我们当时看到我都有气，我说这些狗日还在隐瞒，还在说死了这么多人，他和上报他才说200-300人。当时母语学校死了那么700-800学生，你还不说是这些老百姓各个那些镇上那么多的这些社员农民的话，他哪老老实实说说个老实话？我说286个，他是不止，400多、500多、600多都在说。这个现在我也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像这样收，我就不清楚了。有些说死的有600多人，这个肯定是不存在的。当然，我对这个学校也只是他们说的是，八百多人也好，总共是800多人，当然也是学校提供的数字。但是死人这块，我们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死一个都要报一个，死一个我们得说都要把统计一个，这一点毫不含糊。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我们所提供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不存在大家说的是在隐瞒怎么样的，这个没得任何必要去隐瞒什么。当时我回群里的时候，就把学校的校长还有他们的副校长弄在一起啊，就把每一份名单呢完整的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做一个见证交给他们，我说一定保存好，这是最原始的资料，将来有什么以这个为准。那现在这个登记的这个册子在哪里？学校有。方不方便公布吗？方便，学校他可以给你看，可以给任何人看。我们凡是挖出来的学生或者什么登记死亡人数都可以看，这个没有什么隐瞒的。现在不太方便。为什么？现在处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方便拿给你。稍微过几天平息一下应该可以的。他这个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是个副指挥长，我在协助他们的工作，当然如果是我在掌握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不是掌不掌握，因为他们统计出来到底楼是，我只知道是尸体是这么多，我们统计下来是这么多，但是具体这个尸体对应的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上面，这个我就不肯定不是这么细。反正现在可能就还不方便，等后面这个情况摸清楚了过后呢，可以给你们提供。为什么不方便呢？现在啊，现在为什么不方便呢？这个，现在还存在着这个还有失踪的，还没有，现在也就是说。还有现在情况搞不清楚的，等我们最好是把这些弄清楚了子。今天这个地方暂时不是记者进去，但是他们还在那个，因为他还是上山的话要穿衣服上去的，不能穿这个衣服。不要在，慢点。我们不要在这里，你不能在这里拍，这里不允许拍。那不必须保留坟头，保留坟，而且保留人家的牌子。把头露出来嘛，就是。头要露出来，牌子要露出来。
提前有啥给我的那些水笔来吗？我也还有名在吗？他们如果当时把真实情况报了，那些人绝对救护车什么东西都上来的那么多，他们隐瞒了人数，什么设备都没来，来了几个人，来了几个推土的那些挖，那挖得出来？我听他们说，说是当时那老师隐瞒，说只有几十个学生，要是他说多一点，把实际数字说出来，人家外面要来救，肯定还要救出来很多。地震是两点过的时间发现的，我们3点过10分就赶到，赶到了这个整个的老师没有一个在场，只有搞后勤的有几个。挖掘机是晚上才来的，当时全是人往村里面逃，人逃出来的还有很多个的，但是挖掘机来都不行，挖掘机来本来有一个空隙。但是挖掘机连塌平再去一挖，人就没事了，救出来的全部都多半都死的，很少有一个。我也是说实话，我对政府这个处理这件事的工作效率还是有所看法，我认为他们来得太慢了。因为当时通讯中断，那么当地这个政府和学校呢也就分4次派了4次人把这个消息来就报告给了县委县府，县委县府呢也在很快呢的救援队伍呢也就派出来了，首先就是把武警官兵这些也就派出来了啊。我们下午18时左右就来到了木鱼中学，当时那个场景啊可以说是用惨不忍睹，家长的哭叫声，废墟里面小孩的这个求救声啊。针对这种情况，因为当时这个房屋倒塌比较严重，预制板啊、钢筋呐、混在一起，这个中型机械就根本都没法，可以说是没法投入到工作中去。所以我们16名同志就迅速投入到这个抢救这个学生中去。武警当时来也没有带什么工具。也就是可能是县武警吧，也没有带什么工具，也都是用手刨，用人力圈，没有更专业的东西，所以说抢救起来这个速度进展不是很快，不像我们预期那样子很快，所以主要是靠人力来进行抢救。镇政府呢这个当时呢也就立马组织人员和组织能够在这里找到的这个工具，也就是推土机，结果呢在这里就开始进行抢救啊。当然这个时间确实比较长，我们的心也非常急，因为里面在求生的这种声音呢、以及交织在还有家长啊、亲戚朋友啊这些啊，都看了这种惨象，我们心里非常着急。但是由于交通的原因，因为前面它的余震不断，我们路上的道路经常断道，包括它的机械从广元地方调来，要很长一段时间，要大半个小时，要6-7个小时，有些甚至是一天才能走到这个地方。挖掘机的是第二天下午才到。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都他吊车就很少，他就只有那个推车，说实话那个推车根本没多大用，因为他那个人在那个废墟下面嘛，如果你再推，说明他情况会更严重，所以他只有靠那个吊车往上吊。那是当时都有吊车，那肯定还抢救一半人出来，等于他又没吊车没啥嘞，骑到第二天了下午了的吊车才来的。第三天的消防队的来，那得哈取个哈取个。当时的全县的只有一台这个吊车，在这个县城的山珍市场，你听说过了？山珍市场也是垮塌非常严重，在那个地方施救。所以说啊，这个在机械设备这方面呢，开始是非常少的，非常少，也影响了我们对学生的这个救助，这是真的。广元市的救援队来已经是13号的下午了，13号的下午才赶到的。
到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就是他们辽宁那边，辽宁抚顺大连那边的他们专业抢救人员，就是他们消防嘛，他们第三天才过来。过来的时候当天，其实那废墟已经挖到最后一层了，当时最后一层人也是最多的。所以说救援当时这个救援过程呢，从12号地震发生以后到13号中午这个时间，全都是我们老师和当地政府还有我们的大多数是我们的学生的家长在里面跑，往处理跑学生。在这个抢救过程中间，我们政府是尽心尽力的做好每一件工作，而且是很细心，也包括我和我们的其他的陈县长也好，最后的何副市长也好，都是在这个地方一心一意的救人救人再救人。我们为什么要他说我们的速度这个慢，第二天的马市长马上来了后打电话给市上的总指挥部，要立马立即调吊车来进行帮助工作。确实后面就到了两台吊车，因为在这个施救过程中间里面还有生存的人，就格外的小心。他如果没有生存的人，只是救尸体的话，我们的推土机一推过然后把人捡出来就是了，但是我们怕造成第二次伤害，也就是不能因为我们的施救把能够生存的人把他生命给他夺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晚上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她就躺在我的怀里，就说是姐姐姐姐救我嘛，救我，我好怕我疼。然后我就说是我不要怕不要怕，我说不要怕，你不会死的，不要怕。但是那个小妹妹就说是姐姐姐姐，我多么想见我的妈妈，我多么想见我的母亲。我说你的妈妈在哪？她说我的妈妈在深圳打工。我多么想见他们最后一面。她当时哭了我也哭了，我说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但是她说说话就一下子就喝了，她当时很渴嘛，当时在输液嘛，当时她能喝点水，说说话就死了。我女儿头天中午叫舅舅救命，把全家人的名字都叫了，奶奶婆婆都叫的救命，就没办法了，就看到奄奄一息，看到就这些亲人全都看到在那里死，你那救出来都没声音了，半个小时都死掉了。你说这个要是他们要是为啥把真实的情况报上来，当时跟那些人赶上来肯定还有一不说是活了有什么保个他们那个不残废，至少残废掉肯定还有一线的活命。挖掘机来一挖就是一坑坑全部是尸体，有的孩子在里面困了一天一夜，竟活活的困死。开始还知道喊妈妈妈妈我要喝水，到后来没有力气了。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女孩子，头前一天当时她的那一天她妈妈找到她了，但是救不出来，她就喊我要喝水，她妈妈想给她喝一口水，医生说不能喝。到了第二天晚上就还在要喝水，她妈妈给她用那个瓶盖给她弄了点水挤进去，她一口都咬住嘴，母子那一点点水润了一下嘴皮一下子。那是10号的8点至9点的时候，我们的娃儿都营救出来了，出来那又没得车没得啥子，都叫我们抬到地下公路上，说有车来救，再抬到公路上去一片黢黑，没得人救也没得车啥子，我又才跑上来找医生找护士上去，把液体给输上呢，把液体输上，我们都这下又抢又拦那个车，我们都把它上，又走了有2里路的地方，说在那统一说上车，统一上车呢，其还是没得车，又等的可能有2个多小时，这下光远的个大巴车才过来，我们端到那呢，我们说那有20-20个人，这下呢，来我们就把它上车了，上车呢，又走弄桥状，像有走弄油库跟前，这下那个车说没得油了，没油了呢，这下他们政府
这下说要签字才准加油，这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油加上才走，这下走到金子山了，娃儿不去了。疫情情况是吧？现在开始扩散，现在开始扩散，扩散。有的部队那车都过来接部队了，都是空车赶过来，把这个部队全部要接走。他们就说一腔热血来到这个地方，为的是好，能够救更多的人，但是咱们必须保证自身的安全下才去救他们救更多的人。自身安全保不了的话，这个很麻烦。然后现在医生全部都撤走了，没有医生。所有的药品将近300,000的药品堆在这儿，然后灾民还要看病。今天下午我们是中午将近下午的时候1点多到的，到了之后到5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100多个病号了，100多个病人。红十字协会现在全部撤出，不是说这个地方是全部撤出。说实话挺不想走的，但是因为红十字会要求他们撤离，然后呢他出于我们的安全考虑也要撤离。我们如果在这儿发放一些药品给他们治疗一下，我们是可以的。如果出现什么疫情，不是什么专业人士，那连你我管你全都管不了，是吧？是不是？好吧，那好，你现在抓紧时间把这个搞，现在就抓紧时间把这个药品都给清点一下，好不好？都基本有是吧？就是他们医生的人员很少，他们会要整理药品，又要给医生看病，然后他们缺人手嘛，我们就做一点帮他们做一点小事情。明天如果还有病人来的话，告诉他的编号是多少，然后把他的这个药单嘛拿过去，让医生看一下他的病历有没有好转，然后好转了，然后开一点轻点的药吧，再让他服用。对，就这样的。725号。723。这是四川省红十字协会捐赠人王若飞。红十字
协会，协会，会啊，够了，就完了。见证人，见证人，王若飞，这边是，青川县，木鱼镇，木鱼镇谁？木鱼镇，哎，副委员，你那个诊所是应该是木鱼镇什么什么诊所？木鱼医疗救助院。医疗救助院。医疗救助院。对，医疗救助院。救助点。救助点。作为我们来说啊，当时希望他们留下来，很希望他们留下来，至少能够给我们减轻一定的压力。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灾后这个疾病比较多，特别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以前本来就他自身就啥子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各方面各种疾病的人也涌起来了，现在。基本上一天呢就是一两百个病人，很累。我就很希望他们留下来，作为我们来说，很希望他们留下来，能给我们帮帮忙。今天晚上之前得赶紧走。为什么？明天就分手。明天什么？而且明天上午可能就分手。分手了？明天上午就可能分手。不管怎么样，你们今天这几个我。我是帮他们大哥对他，让你赶紧走，联系以前那个联系到的车，赶紧走，别采访了，赶紧联系所有的朋友，赶紧联系所有朋友，能出去赶紧出去。咱做任何事，咱是奉献，但不等于牺牲，是吧？咱奉献不能牺牲，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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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射线了，站好，站好了，都站好了。读好书，读更多的书，读有用的书，早日成才，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我预祝我们这个帐篷中学创办顺利，祝老师们授业有功，同学们学业有成，谢谢大家。接下来呢，就把近期的有些事儿给大家说一下。这完了以后呢，我们请了心理专家对大家做心理咨询、心理授课。啊，那部队的首长们给你们发这个书包学习用具。哎，好好学习啊！来来，好。哎，有没有？来，回来。再来一个。对部队这块有没有感谢的话要说呢？谢谢叔叔阿姨们，还有军人叔叔们，对他们对我们学校做出的贡献，让我们能够重新学习。你想啥子给这些解放军叔叔说的吧？来，跟我来啊，这边来。来，后面跟上。接下来同学们就要接受心理专家的辅导与咨询。咱再想想，还得站一下，还得站一下，站一下。
后边同事，后边同事配合一下吧。中华民族代表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每刻都发出最后的口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都一心抱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抱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是五月的花海前，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出生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我告诉大家，六月一号晚上八点钟，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你们要能看到，你们会看到这个晚会。这个晚会就有我们在座的同学的镜头了啊！现在因为我在讲，我们摄像师在拍，大家到时候注意看就行了，好吧？啊，你们唱一首什么歌？唱一首，唱国歌怎么样？行吗？都会唱吗？好，要不国歌不行，国歌大家还得站起来，这站吧，能站起来吗？我看看，全体起立，我看看。好，我来带着大家唱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预备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每波子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这在上啥课？我们娃儿在食堂，你们还上课？嗯。好、啊，同学们再见。出去，出去。这就不能什么出去，秀儿，这是坟墓。走吧，走。好，秀儿出去。好。你们上菜，这过来把你娃儿家属拨开了。不敢上。才一起唱其他的同学们。好像还是没有了，你们说都是在这里。半个小小，学校他的意思，他都不理。我们这娃儿他在里面这个是吧？哎呀，这个小小到处来，我娃儿谁都不来，就是我教室，他一直在里面说话，他妈的有，他们叫他小张出来跟每个打不就对了？五百学生，两百多学生的嘛，姓陈的学生自己都不相信。你这还害得这么弄虚作假？我们那边大学的来，还把找学生呢？还把上华的学生来，上华的学生往这儿来凑，干死这些事！那老师，你还是求你吧，反正你还是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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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等于是一股关我们这些了，还把我们这个我们埋葬这个娃儿的尸体噶，全部等于是又在一堆，等于是埋了一大堆。我们以前是自己安葬，好的没有靠政府，没有靠学校，但是他们这种做法确实太没得人性了。那个人都是有血有性的噶，他们这种行为失去了人格。关键是关键，我这么说为什么？那他埋在上面嘛，要掏出来的时候也通知一下嘛。那人家才知不知道他们这些，把孩子怎么处理了嘛？处置的，要就是你挖起来要重新深埋嘛，可以你可以通知一下家长，就是你家的孩子要挖出来重新葬一下，他埋得太浅了嘛。他这个没通知，好多家长都还不知道。我昨晚上去看了一下，起码去了三个人，唐继雄一个，我一个。唐继雄那儿也是。也是在上头的嘛。我们上去看了一眼，他们是活活的，全部都弄在一个坑。这样子一变嘛，你找不到那么多尸体了吧？而且他又变有这个问题了，我估计是。这种安葬方法的话，在中国可能没得这种安葬法，是不是没得这种安葬法？我火葬我们都没有意见。如果说是深埋大葬，就不这个，太没得人道主义了。他就应该跟我们打个招呼，给我们讲一下这个事情，使我们呢心理上有一种很好的承受能力，良好的承受能力。如果是真正为了说是消毒，这个舆情的问题，哎，那我们这个作为家长，也可以支持，还支持他们，支持这个政府。当时他们不让上去看嘛，不让上去看，他们说在消毒。当然这个你说影响这个当地的活人，这个也可以。但是你最起码在你这个
在这个你要审美达到，你就应该通知人家那个户部指导噻。上现在不叫上去啊，全部那个站的警察全部封了山的，不叫上去。都想上去，都想上去啊，都想上去看看了。你说浙江这么好，让我们浙江拿上洗手吗？快点找哪个娃来的，把我上车了。走，找开娃娃机的。娃的牌牌都没得。娃娃开娃娃机的，我随时跟死。他把桌子拿上走。等一下来拿上走吧。先找开娃娃机的，哪个就好。这儿几撮粉，这儿才一个牌牌。这是我娃儿，我这儿没得牌牌，你看。那是个名，有些有牌牌，有些没有牌牌，他都是样板实施，晓得不？他这个又是买主一堆，他稳满这个真相，因为把人数减少，实际他这个死的我可能是四百多，他现在一整的全部买主一堆，他都是真相。现在没说找，那边的钱是我的钱，小孩，你怎么都是么挨个挨个的都是不着急？我记得都在这了，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现在他牌牌都没得了，就是这个位置。我们那个娃儿跟着那个瞎子，等于说现在哦，笔盖袋里面也都说都根本连臭味都闻不到，现在等于说哈，你也没见现在，他也没有编个牌子，这个他的号码啥子也没有。都下去吧，不要在这地方待太久了，好吧？整个都砸死了，哪个摸不到哪个的。哎呀，不用你在这儿，真就这问题。就是嘛，叫他下去，马上来看看死在哪间，我们逃出来看看事情在哪里，人在哪里。你开娃娃机，你给我拿起刀。这次行动啊，它主要是一些防御的专家这方面看了过后，埋得非常浅。卖得非常浅。第二，现在这个房屋垮塌过后，有这个猪啊、狗啊在外面乱跑，跑了他就掏尸体，掏尸体掏出来过后，第一肯定不人道，把孩子卖这个地方，猪掏出来，这个就不人道。第二，确实还造成一种瘟疫的流行，传染疾病，所以说政府就决定把这个孩子要重新处理，重新处理就是按照防御法、防御的规定，要深埋两米以下。深埋两米下进行消毒再处理。当时我们县长交代这个事儿一定要处理好，一定要体现政府就是以人为本。原来这个卫生上他们就说干脆就集中把它统一掩埋在一起，而我们县说那不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次要埋得比上次好，每一具尸体呢都必须有一个位置，尸体要成排的放，不能乱七八糟的。绝不会弄挖掘机挖尸体，都是武警掏，弄削啊，弄出来的，装在尸袋里，一个一个抬，而且在搬运过程中间都是人工。这个我敢对天，对不是对天，我敢我参与了这个事情，我绝对的敢保证这个事情，不会是他们那样的，真的，那是他们的谣言，那是一种山东的谣言。当时也想到了，就说把那个沟加深，使两边的尸体原则上离沟拉远距离。但是你想那个洪水涨起来，你即使挖一个沟下去还会给你填平，还会把两边的尸体给你冲走的。第二，即使挖一个沟，那个尸体腐烂以后，那个尸水啊，它还得往沟里浸润，如果有雨水下去它还得冲下去，没办法解决。因为这个再不能拖下去了，就是政府是当机立断的，因为这种处理也是人性化的。什么是人性化呢？我们把尸体它都是
我是看我是看见的，他们都是把尸体这个地方先把它编号，留一个牌子，是五号就一个五号，再做一个牌子，这个尸体抬走的时候，这个牌子就由我们的人把它拿上去，他挖把这个墓穴挖好过后，他是通过挖掘机，他们实际上有些是造谣说挖掘机在挖人，那是完全错误的，真的是完全错误的。他挖好过后，挖两米深，挖得很长，然后把这个尸体抬出来过后，用这个尸袋把它装好，装好过后把这个牌子拿上到这个墓穴里面就放好，一句句的这样排好，一句句的排好。下面它是三个一排，因为它挖得宽一点，三个一排排好，然后就把它放好。编号过后，最后掩埋过后，原来这个牌子的这个五号，对应这个牌子上面就给你放在这个箱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尸体是移动过来的，移动过来过后，你在原来这个地方五号是在这儿，你看你的坟，它原来垒这个坟是五号，然后你在这个集中这个墓区中间，第五号下面就是你原来那一个，这个就不会变。专门有三个老师在登记。在处理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个什么呢？如果先通知，有很多家长他肯定是不愿意，不愿意这个事儿就没法统一做。我们就想先把它做了，然后再做解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他已经知道了，所以就显得有些被动。但这个事儿不那么做又不行。你说给大家一通知，大家如果都不愿意，这个事你根本就没法做。有很多问题就是一个程序，一个先或一个后的问题。从发生到现在，没得哪一天我没被录，我已经都成了一个病人似的样了。他死了，他比我活在世上还幸福。他死了，我活在世上，我硬是我天天我都是被累的，我最痛苦了。他死了，他啥事都不晓得。他现在睡到哪？从小都听话。那个时候我没出门打工，在家里没钱。每次我到街上去给他，把他带上去买东西啊，就买几毛钱的吃的，就买一样两样。他说妈妈，我还想吃那样，我就说下一次上街再买吧。他就说妈妈，你身上没钱了。我说，他说那我都不要了。就这么搞的时候，他就一个小背的，那个时候他爸爸在外面打工，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干活，每天去跟我捶背煮草，再大的太阳他也不怕。我就说你不要去，太阳大。他说我天天捶背，妈妈少捶背。我说哪怕他残废掉我也无所谓，我一生中就供他。我说那供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只要他有他的命在我也无所谓。问题是我回来跟那土堆都没看到，在这里买纸烧了他那些衣服全。
四川的、汶川的大地震，这些孩子们用他们的最后死的方式，包括有很多教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西北、华北、中原、西南，还有很多落后地区，大量的这样的危楼广泛存在，一定存在。这个要去反思了，现在如果不反思，后来我们有的这个赞扬，我们这个抗震救灾怎么样怎么样取得怎么样怎么样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反对，应该赞扬，中华民族这个传统美德在这种抗震救灾中发扬的淋漓尽致，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地震背后还很多故事，很多故事，很多令人思考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反思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它不是一个好民族，不是个好民族。你看我们这个要前进，要面对灾后之后，灾重灾之后的重建，那就得反思。只有反思，把它反思的完全彻底，反思的透彻，特别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这个问题不反思清楚，那我们灾后的重建搞得不还重蹈覆辙。那为什么会死了这么多孩子呢？所以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几个贪官的问题。再次强调，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去把它上升到我们的体制当中去总结，不在我们的预算体制当中，不在你比如说有一项规定，就是你比如说哪一个规定，我们也有建筑法，我们也有规划法，我们也有教育法，我们什么法都有，但它就是扛不住那一点水泥混凝土，它就是一个豆腐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需要我们在政治体制上、经济体制上、预算体制上做快速度、做调整。剩下一半幅了，还有半幅。他去云南的人有吧？云南的吧？那儿有最多发这么多，五个小时。我出去转转呗。他们也不行的。这边那个，你把收了那个是吧？就是看，这只是个胖娃子啊！哈哈哈哈哈！胖娃子看你搞出来了，看你们好是吧？哎，家伙，这家伙，我都看不到哈这个，一般你都是讲你们后头才看到。快点，我们来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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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尊敬的温总理，你为全国人民的一切一切日夜操劳，尤其是5月12日四川大地震以来，你不分日夜，不惜生命到灾区看望安危灾民，是你和胡主席指挥军队、公安武警、各个抗灾力量冒险抢救灾民，许许多多的人从死亡堆里抢救出来，非得新生，在党和政府关切下，全国人民无私的支援，还有各国政府的援助等等国家的援助，尤其是人民的军队守护援救灾民，军人们是丰碑楷模，灾民们的生活很好，请你和胡主席放心，灾民们一定能坚强活下去。在电视里我看到你和胡主席的面容比以前瘦了很多，你们是全国最苦的人，亲戚们一定要很好保护好身体，你们是人民的坚强伟大的靠山。Yeah.